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介绍这一部是2020年是新款阿迪斯，它拥有流线的外表及一面是感应式的 LOCO， 它里面有所谓的防追撞系统的感应器全部都是在这边。那整台车子是外观是没有碰撞没有事故，整台是原版件的车子。这部车已经通过我们夜视认证系统，确定整台车是无碰撞无事故，公里数保证的，还有自动开关系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的内装。整台车是主推运动设计，完全没有刮伤没有瑕疵。那这边有胎压侦测系统，近灯的距离高低调整。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公里数，多功能方向盘，配备有定速、车道偏移、音响控制键都在这边。那目前这台车都是在原厂保养，所以说公里数都是保证的。那本车配有7颗安全气囊，含护膝的安全气囊都有，所以说这一部是配备非常完整的一部车子。那这边有循迹防滑系统跟那个 Sport 装置，让你超车的时候可以更顺畅。新款的 Artis 已经配备有后面的冷气出风口，不会导致说前冷后不冷的情况出现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进。就是分离设计可以直通置物箱，让它的空间变得更大。这部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及分享。我们是中泰汽车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实在就是 SUM。